突然发现咱这前面有一个开始呗，又到了咱们日常的天体锅，没带帮水喝。早饭，熊孩子马上要迟到了。那你能得为주말만다시얘기하나요학교갈때는왜그래서네일요일날에나한테물어보잖아엄마나내일5시에일어나면어떡해절대그런일없다고엄마얘기했지白花花的牛奶아보카도아这아보카도还有这蔬菜너你뭐哎그만훔쳐먹어요내거야아보카보고좀먹어그게엄청좋아이거먹어이거좀먹어어아아혼자만주세요혼자줘혼자는줘야지아빠는집에서박스먹고있습니다박스안됐어这次跟他上啊，小孩终于上学了，我也终于可以把我捯饬捯饬，恢复一下我这张是掉渣的脸。洗发水我只用 Head Shoulder 头巾，洗完脸第二把不是洗完澡第二步就是把这个性感的胡须给它刮了。刮胡刀，激烈震动，小刮胡刀。就这样，我才知道我还活着。人可以变得刷掉渣，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吹头发。那最近哎，给我们家那位买了这个戴森的美发，这个美发造型器相当的带劲，真的是我第一次用，然后用到现在一直都非常的满意，真的感觉是每个家必须要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这一部分详细的评测我看看，再找个时间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再看这个 Tune 咪咪种的这个草，我以为是乳沟了，但是后来发现这个草叫做维他命。这玩意儿现在啊、已经种了两个月，再不评测我感觉它已经要枯了。再看这个叶子都黄了，所以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款老公牌 Tune 咪咪的整体的使用感受。那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整体的种植的过程啊。那首先4月10号，大家看这个是下午7点18分在拍的，这一天是开的箱，但是开箱视频被我啊、因为最近比较忙嘛，然后存储卡里面的视频呢就被我失误的给它删掉了，所以非常的抱歉啊，这个开箱视频就没有了。种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本体就是这么个东西，它会随机附送一个这样的种植的 kit， 直接就把它这样一放进去，然后浇上水，浇上水之后咱们这边就有水位的提示，持平的话呢目前的水位是刚刚好，如果能看到橙色的话呢就是现在的水是严重的不足，这时候它也会通过老公牌的官方的 APP 给我们做提示啊，然后这边 LED 灯也会哔哩哔哩的闪，那它就会通过这种方式提示我们该浇水了，然后如果水太多的话呢这个小球就会凸起来啊。那4月10号种进去之后，到了4月12号，咱们上面这个小芽就发出来了，所以整个种植起来还是非常的方便的，非常干净啊，没有任何的土，没有任何的灰尘，直接就浇一点水，再浇一点他们附赠的那个小的营养剂，就可以每周浇一次啊，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茁壮的成长起来。然后咔嚓，时间来到了4月25号，大家看绿叶长出来了，然后这边大概啊浇过的水的痕迹我们都可以看到，整体的效果4月25号是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啊同样是4月25号，到了5月22啊咔嚓一下子直接就完全的长好了，嗯，跟现在状态差不多，但是比现在要新鲜一点。那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老公牌 Tune 咪咪的它的第二个优点，就是有一种非常好的提升室内 interior 的效果。大家看把灯一关是这样的效果，如果开了灯之后，哎，大家看这个角落是不是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氛围，感觉非常的温馨。然后还有一个绿葱葱的绿油油的小植物，哎，然后靠近它之后坐在沙发旁边，我们还可以闻到一种淡淡的奶香味儿。
但是无论从甜起来还是实际我们摘下来吃的话呢，啊，真的就像草一样，非常的难吃。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最大的意义还是在于观赏性，然后有一种情调在里面。如果想要通过它实际的解决咱们这种人类啊生存的这种功能的话呢，还是不是特别的现实的，因为种一下的话呢需要一个多月啊，这个周期比较长。今天熊孩子4点下课，所以我跟我们家那位来这个咖啡厅一起办个工。像我今天一点咖啡因都没进来，身体有一种虚弱的感觉啊。一个，我呀，穿不能个呀，我个人没见过吗？没有。穿着我衣服，格林公园。大家看这边啊，跟挚爱他们家一样的。是这种2层楼的结构，整个是这种绿油油的风格，感觉森林大自然中间，这都是真的呀！哇，有一张那么高级。看看这个是最好的位置，还有鱼啊，哥。哦，这个位置非常的不错。有两张，一个得给买4本吧，蒙布朗。有吗？他们新出了一个，这个叫 Mugwort Latte 松 Latte。 反正鱼都起来了。嗯，等等，躺完之后是这样的一个效果。躺在这儿可以看到外面非常美丽的、非常带劲的21世纪人类最新的建筑风格，背后是绿油油的大山，这边是绿油油的速拿铁，我们来尝一尝啊。今天这个绿油油的手表非常大，绿油油的我们家那位的手机，我就来替大家喝一下啊。一股浓烈的中药的味道。哦，一个肚子赞吧。这种垃圾食品偶尔也要吃一下，人生有啥呀。这个看点非常多，看着非常简单，我们来吃一下。每一个人吧，有一点咸，有一点甜。酒足饭饱之后，一躺下一抬头，突然发现咱这前面有一个，大家看，云轮子，中文翻译过来叫做联云社，德云社韩国分社，德云社不说相声，现在改念经了。